今天晚上是小羊仔的生日，然后我偷偷买了一个蛋糕回来给他，他不知道，现在他刚刚加班还没有回来。我刚刚从蛋糕店拿了蛋糕回来，我要偷偷的摆好等他回来，把他偷偷的摆好，他一进门就看见。我觉得这个蛋糕店做蛋糕太假了，然后不是猪年的嘛，小羊仔是猪年的，可是这个猪猪做的好丑呀，一点都不像，我是服了。我们在蛋糕店看见的那只猪猪和这个是不一样的，图片上的很漂亮，可是蛋糕上的确实惨不忍睹。给大家看一下这只猪猪，说实话是不是真的很不好看。等他回来，现在应该上来了，给他一个 surprise。 喂，别回去，烛光晚餐。Thank you.